谢谢主持人师兄可能大家一看到我站上来，怪怪的了，因为满头白发，那然后看起来又很资深的一个糟老头，就这样站上来，把大家的平均年龄又提高了啊，是啊。然后要讲的主题是，久别重逢，主要是讲我为什么会在首善讲堂出没了哈，又跟这个啊。善守，善守，对对，你要提醒我，因为刚来不久，没有办法。好，再倒播一下哈，善守论坛为什么会来这边出没？哈，那好像又跟今天的论坛没有什么关系了哈，纯粹是来凑热闹的了。那我是临床医师，底下那个当然是我的名字，因为我以前在大陆工作，所以我知道我的名字简体字要怎么写。接下来那个，你们可以猜一下，那个是西夏文字。那西夏是我的一个同学，他是研究西夏王朝的，他告诉我的名字就是这样写，而且你要从右边念过去，所以最左边那个字是龙，就许南龙这样子。所以那个龙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嘛？我看了就头大哈。但是西夏文字听说只有6000多个文字，他们居然可以抄写一部一部的佛经，一个一个。好像突然就蹦出来的一个闪亮的信心，一下子又在北宋的时候就被蒙古人整个灭亡了哈，很有意思。那当然，以下那个是我皈依了哈，我上一次的企业，我们这个完了以后，我就皈依了，很自然。然后我有一个法号叫法一啊，所以我现在开始一直在找法二、法三了。我有找到一个法师的啊，我打算我们聚在一起啊，成一个群组这样子啊，一定很有力量啊。好，麻烦下一张，下一张可以吗？那再上一张，这个是台湾医疗大概的版图啦哈。听说可以分为18个医疗体系，比如说荣总三家，还有社教农医啊、长庚啊、慈济啊，都是个医疗体系。那很不好意思啊，18个医疗体系啊，我参学过6个医疗体系啊，那这样子算学经历完善了啊。那我主要是住在在2012年的时候啊，我搬到台北来，在台中住了30几年。那12年到台北来，主要是在我曾经在95年跟96年，我到 LA 去进修，那在那边呢碰到一个从耶鲁来的他到 LA 啊，是洛杉矶的 Cityhope 去当一个血液肿瘤科的医师，我们在那里碰面，就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我没有想到，不到20年以后啊，他回台北医学大学当校长了。那2012年刚好我刚从台中慈济医院离开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他一通电话就打到我家来，就把我找到台北去了啊。所以我到现在应该哇，很快又10年过去了。那这当中，我有4年的时间在宁波啊，在宁波的公立医院做事了啊，就是皇宫大陆了啊。那现在是已经实际上是半退休了，大概一个礼拜看3天的门诊，在这个板桥一个地区医院啊。最近当然有点忙了哈，忙得在帮人家捅鼻子啊，做 PCR。我现在已经捅了1000多例了，太熟了。那小朋友很可爱啊，我一定要叫他眼睛遮起来，那看了就有点小小挂画，吓死了。然后眼睛遮起来啊，完了以后还可以跟你挥挥手啊，再见不联络了哈，祝福他赶快健康啊。那下一张，好，事实上我是在民国71年毕业，真的很资深了，所以今年刚好我们毕业40年啊，我们第一届阳明那时候叫阳明学院了，现在已经改名。阳明交通大学了，后面那个是实验大楼，是我们刚进去民国64年的时候唯一的整个校区一栋大楼了，所以我们所有这拍谁，所以行住坐卧啊，这都在那栋大楼活动了，所以同学感情非常好啊。我记得到7年级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同学他就是在实习的时候扎针这手受伤，居然造成门爆性肝炎。哇，那时候我们同学全部啊，大家集中力量，只要血型相同的，全部输血给他啊。所以在10年前，我们30年同学会的时候，我们有10桌，他买4个蛋糕啊，谢谢大家。所以他的血里面都是同学的血了，所以同学感情实在太好了。那我画圆圈那个就是我们在
对对，有捐血的样子，很有意思啊，就把那个命救回来啊！你看他一辈子这样子，很甜蜜的负担啊，看到同学都觉得赶快顶礼。那当中现在跨营圈的，就是我们当中有十位住在台北的同学啊，我们就想哎，毕业四十年了，大家每一个月聚一次，然后哎举办一个读书会，大家来分享每本书，大家来分享，还有的人分享《红楼梦》，有的人分享《西夏王朝》。那像我是一个小小的东粉嘛，东粉就是苏东坡的粉丝啊，叫做东粉、啊、那我是小小的东，我就分享苏东坡这样子。好，下一张。那最近我们有个同学啊，他姓罗，他是在天母一个皮肤科的名医开业。他说他要分享人子，路桥的人子，路桥的未央都知道啊，他实际上也写了一本人子，也很有名。他在一学年一年级的时候就看了这本书，马上写了10000多字的感言、啊、那时候你看他是快50年前的，他手上拿的那一本就是他当年写的读后感。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现在念这本人子啊，他又特别有感觉，所以他觉得他要分享人子，路桥的人子啊，实在让他吓一跳。在分享前一个礼拜、哦、他因为心绞痛，结果马上被送到台北荣总心导管室，放了4支支架，帮他放书架，放那个支架了，就是也是我们同其中一个同学，他是台北荣总心脏科的名医了、啊、所以两个同学变成医病关系了、啊、他们两个同学还有这个罗同学他太太，他们从在医学院的时候就信主，就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、啊、这一件事情、啊、让他们三个就一直祷告，用力祷告，用心祷告。他们说在当中啊，三个人也会不知道什么叫做信灵充满，圣灵充满、哦、特别有感觉了、哦、那他在分享之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多买一本、啊、交给我了，说许安龙要帮我评论了、哦啊、我是外科医生，我都是接招的了，从来不逃避的、啊、你说这样接招了，原来路桥人子他写的是说从降生、啊、到工作起志，到最后成长，以后到面对死亡、啊他这个最后的境界啊，是来到只有在人生中可以模拟，明明模拟不知道的，想要去追求那个永恒呐、啊。好、哦，这、就是路桥写的人子的它的意义的。那问题是我翻一翻了，因为它这个都是一个比较超短篇的寓言式的小说，寓言小说，所以他其他怎么写，他怎么想就怎么写了、哦、这本书所以很轰动啊，当中有一篇居然是冥环呐、啊哦，大家都念《延经》嘛，哈、哦，念过冥环，冥环日夜，暗环虚空了、啊。这八环一任眼睛，我看到这个就吓一跳、哦、这次剩我吓一跳了。为什么？来下一张。因为 我学生时代是那一本佛经、啊哦啊、有一次有一个学长跟我讲说，哎，想你要去请一部任眼睛来看才对。后我就真的跑到这个台南的开元寺、啊、那个布置法师那个住持，他就写了这一部，都要搬回家请回家。问题是我一打开第一间看到七处真心，我就不知倒地了，看不下去，从此以后就供奉在我的书架上，算也快50年了，就放，居然这样子，还要我现在去看它，真的蛮紧张的，那真的是我算是命好，赶快去 YouTube 查一下，居然就找到我们师父、啊、写的《楞严经通说》，在很短的时间赶快把它看两遍。因为要唬一唬人家嘛、哦、所以只好临时抱佛脚、哎、就这样居然也可以上去跟他们讲，哎，这个爸爸你是在讲什么、哎、我就这样过关了啦、哦、好，下一张。那看到我们这个、哎、言道禅院、啊、我因为上去 Google、哎、到底这个师父到底是谁，怎么讲的这么好了、啊、我不是一个很会那个狗腿的人、啊、不过我觉得师父绝对是百年来难见的一个身材了，怎么可以把那么深奥的东西啊，让你觉得你听得懂啊？但实际上懂不懂又一回事啊。嗯，那我就上去 Google 一下，哇，言道禅院，哎，在高雄古山啊，高雄古山是我出生的地方啊，但是我比较靠高雄港这一边啊，我在那边住到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才搬到盐城区，这个盐城区，所以我小学是在中校国小毕业的。哇，中校国小太有意思，等一下有张时代的图大家看一下、哦、那再查一下宝岩禅寺在资本路上，哇，这个更有意思，
我三月份才去资本的，因为我这个做骨神经痛哦，痛了快四个月了，有好了，慢慢好了，突然想到要去资本。你想到资本会想到什么？你不会想到老人禅师，想到老爷，对不对？老爷酒店那边泡温泉，那边礼拜六，我同学跟我讲，你是不可能订到火车票了，哪有可能礼拜天订到自强号，又可以订到老爷酒店？但是就是会订到啊，我礼拜天就一个人啊，就坐了自强号到资本去啊。那我们住在台东的一个朋友，他就开车哦，再到老爷酒店去了，老爷温泉酒店。就在中途上山，我记得就看外面，哎，乐山，哦，我就记起来，这里原来叫做乐山啊，那我就这样遇到了。好，下一张。那谈到，我是东粉嘛，好，没办法，就是要，又因为谈到楞严经，所以一定要跟诸位介绍这一位这个前方位的天才，北宋的，他苏东坡了，大家都知道他，对他都很熟。他事实上他的背景非常复杂。他几乎什么都会，他从小第一念的是 念道家的，他妈妈送到一个道观去了，去学道家，以后当然儒家佛家禅学他都会了，他没有说不会了、哦、那他在了艺术性，他是千古第一大才子。那个2000年法国有一个媒体啊，写那个千年英雄，他是唯一当选的华人代表，大家就选他，所以老外对他也很崇拜啊、哦，那他的官职很有意思，大家都找他当过很多地方的县长，就一个官没有做宰相，他就没有办法做到宰相，那当然背后有很多原因了。好，那下一张。苏东坡听说在这个地球上活了23603年、啊、你看他那个作品那个量跟那个值不得了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在这短短的66年当中可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、哦、那散文4300篇、哦、诗一定超过3000诗、啊、如果跟陶渊明来讲，陶渊明在查来，陶渊明就一本书，你知道吗？那陶渊明实在太穷，所以写不出太多东西。那词赋就350篇，那任何一块、哦、都是独占鳌头、哦、他的画，你知道他随便画一个孤木、啊那个、最近拍卖是17亿。拍卖掉，你看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，但是啊却很不幸，大家都知道他坎坷的人生。好，下一张。那、啊、这是刚好师傅有人就在画板图，我一个国家哦，就赶快把北宋把它停下来。那北宋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朝代，包括南宋宋朝，因为宋太祖、哦、他即位以后，他回想这200年以来很可怕，一直在战争，一直在死亡。尤其你们知道这个中唐的时候啊，安史之乱，安禄山啊，哇，搞得很惨。那安禄山之乱死掉的人口，在世界上的战争死亡人口当中，它是排行在前面的，几乎死掉一个台湾人口啊。那接下来还有黄巢之乱，五代十国。好、啊，那底下这个字是那个张大春先生他描述那时候的情况，怎么样，遍地都是死人啊，尸百里，这都没有办法。宋太祖即位以后，他就立下了一个宋朝的开国的方针、啊、以后就不打仗了、啊、宋朝以后、啊、就重文不重武、啊、那文官、啊、是薪水最多的、啊、武官好像没什么，文官可以派到前方去指挥金人打仗、啊、然后文官不会被杀掉、啊、不能够杀文官，不能够杀知识分子，还可以跟皇帝共享权力、啊、所以那真宗就写那句话嘛，到这苏东自有，苏东自有颜如玉，这是真宗写的。宋朝每一个皇帝都是知识分子，都是厉害的不得了啊。那苏东坡是在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德宗这几个皇帝中间，其中跟他最有影响的，事实上是宋神宗啊。啊，他大概对上了宋仁宗，没办法。宋仁宗20岁即位，30岁一直都是他的妈妈高太后，垂帘听政。那垂帘听政不是坐在人子后面，那时候宋朝的垂帘听政，那个高太后就坐在那个皇帝上面。那神宗坐在哪里？神宗坐在他的对面，所以两边的大臣啊，就对着那个太后，跟宋仁宗理睬都不理睬，就这样子，他熬了10年啊，神宗啊。
他熬了，他没有人看见他，他是皇帝啊，但是都没有人理他。哦，他这样的个性又是很优秀杰出，所以他一直想要变法变新法，从二十岁一直到他三十岁即位，所以王安石啊很对他的胃。王安石啊虽然不洗澡，但是好厉害，知道怎么跟宋神宗相处。那说穿了，苏东坡就不会，说真的不会，哈、哦，所以就搞得他很惨，这其中一个原因呐、啊，哈、哦，为什么后来他一直被贬，哈、哦，好。下面一张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好像又在讲历史这样啊。下一张，很快就讲完了哈。好，下一张有吗？是，那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叫，哎，好，那宋朝那个陈寅恪，那个这个伟大历史学家说，宋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。他不是文学各方面，他连科学科技方面都是一流的。尤其你看，光是那个印刷术，就是在苏东坡这个时代啊。改成这个肉字版，变成一个大的字版。嗯，最近就是师傅啊，用个金刚经，那个就是整个大版。以前就是一个字一字刻嘛，哦，刻一本书要刻很多啊，所以不要被学富五车骗了、啊，那是五本书而已啊，好不好？那个量都太大，啊，只有肉刻版的出来以后，哇，可以大量印书。刚好苏东坡逮个正着，杭州的印刷界啊，全部要印他的书。他一下子、啊、变成畅销书的作者，哇，轰动海内外。这下子就扯到谁？扯到宋神宗。宋神宗、啊、实在是很不甘愿，韩国来的大使跟他要苏东坡的书，后宫很多人都要苏东坡的书。那你看他这个就当着皇帝啊，就心里有多不舒服，但是还不能讲，要忍在里面，找到机会就要 K 他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好，下一张。那。后来的乌台诗人，我也不想多讲，因为有点深啊。不过你可以发现，苏东坡写的字啊，还有他那个畅销书产生的问题啊。我们这样消遣讲，就只有两个字送给他，叫“北吧，白目了，白白有眼睛了、啊”哈。好，分享时间还有三分钟，好，很快就把它讲完。好，后来他真的就贬到杭州去了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那。66加1是因为我很高兴我比苏东坡已经多活一年了、啊。那这个就是师父在讲那个波斯匿王，他在看那个恒河的时候的事、啊、那有出来一些中下国小的校歌、啊、我就还有感觉，还穿了衣服啊，那个课桌椅都是我念中下国小那个样子啊。应该不是啊，我应该已经很资深了，不可能的。你看就那内经已经写了、啊、本来是枯臭任泽，一下子就变成这样面目可憎了哈！怎么会变成哪里变了，哪里不变了？变跟不变，就是苏东坡超任眼睛的。我可以，你可以看他来下一张。好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定风波嘛，啊，写得好好，要境界好高。最后讲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，那个就是完全是苏东坡学佛陀讲的那个七处真心。这个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用那个消气法，因为真的东西讲不出来。天底下有这种天气吗？没有风，没有雨，不是阴，不是晴，那是什么鬼天气啊？哎，他就讲不出来，他就故意这样写。啊，你看他的前赤壁赋啊，讲得更直接，自变则观之，自不变则观之。你看不变则观之哦，皆无尽也，简直是任人精的高手嘛！哦，他真的是高手。好，下一张。很快就讲完了。他很熟悉佛教经典，有很多出家人一直跟着他、哦欸、老师要希望他赶快出家、啊、跟那个请问老师看到人就要出家一样、啊、就希望他赶快出家，赶快皈依佛法、啊啊、他你看，但是他很懂，你看他对楞严经的推崇、啊、就大家一定要看楞严经。到晚年他到海南岛的时候、啊、听说他枕边、啊、放的传统书就是楞严经、啊啊、这很有意思了、啊。好，下一张，我快讲完了，对不起。来，好，我讲六成就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师父在讲经的时候，第一个人会提到六成就。六成就其实一部佛经，几乎就等于一篇非常严谨的科学论文。大家去看看那个始成就、众成就啊，问他主成就哦，这些作者群是谁？第一作者叫做慧主，最后一个作者通信作者一定就是指导教授。哦、嗯，佛陀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还有促成就在哪里发生啊？都要写，
最后一定有个 actress， 就你只要看到他大概都在讲什么，刘同婚啊，对不对？还有续婚啊，最后的正文啊，那纵横就就是你这一篇好，时间到了，我赶快弄完了，就您看一下就知道了。纵横就就是你这篇论文啊，多少人给你citation 啊，给你引用。这个就是成就终身啊，不是1220人而已啊，以后很多人都因为看了这个经啊都受到影响啊，这个叫 SCI Impact Factor。 好，接下来好，我这个不用讲了，我觉得很有趣，这是我自己好玩的，六根六尘很容易对上我们的十二对脑神经，这个是大一大二大三我们开始念解剖学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眼睛啊至少有六对神经啊，因为它要怎么动怎么看，还有交感神经跟副交感非常复杂。我们从根室啊来看，这最后这个眼耳鼻舌触这个到最后是意嘛，所以最后的连接到大脑去啊，又一定要到大脑皮质，我们才会讲说前程虚妄，因为你要去认知它，你不能只是到那个定点而已，所以眼光不能只到枕部，从枕头部啊，还要在把信息传到我们整个大脑皮质啊，这个很有趣。好，接下来，这个我就不要再掰了，大家看一下就好。下一张，对，我最后蛮喜欢毕顺老师讲的，每个人都要来人间走一回，因为诸佛都在人间成佛，终不在天上成佛啊。再怎么乱啊，还是啊，很喜欢《金刚经》这句话啊，若是快乐，即非快乐，自明快乐哦，很好，对，好，下一张。那感谢了，我想以后大家想到资本，不会想到老爷温泉酒店，想到资本一定是想到宝莲禅师，那是千千万万学子也有心灵啊的壮举的灵山宝地，对我老有所归哦，很好啊，还有不是中不太好。下一张，好。就是很感谢，既然对我那么信任，不怕我来随便踢台啊，编得啊，很大的给我很大的信心啊，我很感谢，可能这个眼结得很深很深，谢谢。